寒人拢爱冬眠，对不对？哦、对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哈吼，十一月生啊，农历十一月生啊，啊，搁上流啦，所以到十一月吼，拢去米田溪内底冬眠。啊，所以今仔日足欢喜的嘛，足感恩天恩师娘。咱今仔日云端有发挥，啊，今仔日的日头哦，气温就渐渐回温啊，予咱会当吼来云端，啊，才是明文公的普照。那么，咱今仔日是一年一度的年度回顾展。回顾展，咱要回顾啥物？回顾咱，吼、哦，咱伫旧年。咱去提过嘛，吼、哦，对不？咱伫旧年，咱道场中办的诶点点滴滴，吼、哦，要来互咱看看咱，哎，咱叮当有啥物吼活动，吼、哦，也是讲咱去访亲，也是讲咱去联谊诶一寡活动，吼、哦，咱要借由吼即个回顾展，回顾展呢，来甲咱各位前线分享。哦，啊，当然啦，吼、哦，一单内底办到的这个相片，咱也用心来看，哎、欸，可以找找看哦。找啥物？找看咱有伫内底无？吼、哦，找看咱有伫内底无？啊，那么等下吼，咱现在咱进就是甲咱的心静了，我们平心静气，吼、哦，赶紧的哦，甲咱的亲主人了，我们的佛性，哦，咱的佛性，甲伊找倒倒来，甲伊守住。哦，守住咱的玄关，那么咱现在搁等几分钟、四分钟，咱就开始要来献供。哦，我们就要开始来献供了。阿静哦，嘴巴先闭起来，并且心静下来。哦，等待咱等，哦，等一下我们要献供。